民呢，左边日，右边月啊，所以日呢也要属于纵向的写法比较好，不要写太扁。但是啊，因为笔画的原因，横画少，所以也不适合写太长，哦，这样就好。然后民字呢，左边写轻一点，拉长，这边轻重要出来，加重，压一下勾，横画。两个横画，这样子，这样对比上比较明显一点。明，